天在帮小鬼。对，真有吗？真有，真有。对对，是因为刚分手的关系。没有分手啊，也没有在一起什么东西，也没有，也都没有，还没有就是开始就被讲这样子。他不是你的菜的吗？他是啊，他是啊。那没有追到。大家这样搞的，就是也追也是很拍谁。昆达也没有介绍那个女生给小鬼认识。昆达他不认识女生。跟佳燕在一起之后，就是基本上我没有印象中他有女生朋友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他如果说我是蛋奶素的话，他应该是全素吧。所以你就放弃追妞妞了吗？现在？大家不讨论之后，我可能就会就再讨论。让年轻人自己决定吧。不喜欢。我跟昆达有见识过小鬼的16.9公分这件事情。这种数字就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训毙！我是排行老幺，你们知道的吗？真的吗？那你们三个谁老大老二？对啊，对啊，排名一下，老大在哪里啊？操！我告诉你，我172，与肩同宽。对啊。